香港人生活紧张，工作忙碌，难免会颈紧膊痛，全身攰赖赖。一有时间，自不然去按摩推拿，保健一下。既然有市场，自然有人做。市面上大大小小都有不同的按摩院，标榜穴位推拿、治疗神经痛楚，甚至提供针灸，好多都是街坊场。至于是咪由注册中医主理，客人往往并无深究。53岁的 Amy， 去年8月8日，因为个女要去将军澳一个旧商场里面的教室嗰度学跳舞，咁啱嗰日佢只手冇乜力，见商场嗰度有间综合理疗医馆，于是就入去按摩。后嚟见效果唔错，8月14日佢再去帮衬，今次系一个女职员帮佢做，结果就出事啦。佢话同我通知埋，咁话哦好啊好啊，咁跟住咧，佢就叫我换件裤啦，咁换咗件裤之后咧，趴喺度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就即刻幫我查啲嘢，就揾我知道係儀器嚟嘅，佢幫我查啲嘢喺個脊椎度，就揾個儀器，一部機係將我係即係嗰支棍嚟嘅圓棍嚟咁樣掃上邊嘅脊椎多啲，跟住下邊咧就掃一下，咁我唔知佢電波有幾多瓦數啊，幾多頻率，總之掃落去啦，咁樣震到我尾龍震啦，第一下，即係佢震落去，跟住我唔中意感覺啊。跟住咧就兜多个大圈，那个圈都几大力噶吓。跟住佢就停止啦。当日做完通经脉 ，Amy 就开始觉得唔系好妥。咁翻到屋企啦，吓嗰一日冇乜特别噶。啊，跟住瞓到一晚咧，14日做完，15日、16日呢两日，个腰系聚聚地、紧紧地。我孭背囊，点解个位嘅尾动症个位点解好聚咧吓？有少少好轻微嘅酸酸地。嗰一日起身，哇，就个腰啊好酸啊！跟住咧，连屁股骨咧，踎喺度都痛啊！于是 Amy 就同医馆负责人讲翻不适嘅地方，负责人都肯跟进，帮 Amy 进行咗5次嘅治疗。9月22日晚，我夜晚瞓觉啦，哇！成只脊椎火烧啊，灼兴灼热嘅感觉，成只脊椎发滚噶喎。咁我咩事咧吓？咁跟住起身咧，喐动下就好啲啦。咁翻到公司咯，哇！晏昼突然间咧～頭臂、腳臂、手臂咩事啊？嚇！急症咧，佢就照幫我照咗嗰個X 光啦嚇，照成個即係成條通啦，脊椎啊、頸椎、腰椎照咗。咁佢話冇斷骨、冇移位、冇乜嘢喎咁樣。咁我話嚇，但我頭腳即係我手臂、腳臂喎，點算啊？你可唔可以俾我照磁力共振啊？跟住 Amy 去咗做物理治療，試埋熱敷，揾埋中醫治脊，進行過拉腰，可惜腰椎、脊椎問題仍然冇好轉。到最后找了位脊医诊治，对方看了他份报告就有这样的判断。他一看就你颈椎有些退化，脊椎没说什么东西。腰椎他说本身你都有些退化，又那里黑了，尾龙症的位黑了，撕裂还有脱水。我说我有时手脚麻痹，手脚有少麻痹，佢可能有啲神经线嘅问题。Amy 8月初通经脉，隔成个几月先至出现脊椎受损，点解佢咁肯定罪魁祸首就系通经脉？因为第一嗰啲通经脉电波波数我唔知，第二佢真系喐过成只脊椎腰椎，因为佢嗰个腰椎我首先就腰椎出现问题嘅，佢做完之后几日即系。第一日、第二日都有少少嘛，第三日犀利啲啦。咁先腰嘅，后来就脊椎。据 Amy 讲，同佢通经脉系有两部机器，一部系肘灌机，另一部系肌肉按摩仪。究竟系咪如 Amy 所讲，通经脉杀伤力惊人，搞到脊椎出事？我哋深入医馆，派人亲身体验。医馆面积好细，只容得下两张床。当日我哋俄青家姐陪个细佬去通经脉，观察成个过程有冇出现咩问题。佢个背咧同个腰就话，即系有啲刺刺痛啊、针吉咁样，又冤冤地。咁就我咪话我朋友介绍咗，话你哋有个经通络嘅机嘅，咁就想俾佢试下咯，可以啊？好啊，可以。边个同我细佬做？系医我同事帮佢做。同事系姑娘定系医师嚟噶？姑娘，姑娘嚟嘅。系啦，系啦。负责帮同事进行通经脉的人就是 Amy 口中的女职员。只见她用一条棍状的物体在同事背脊那里系咁上下大力扫，手法有啲杂乱无章。最唔舒服系边啲位啊？呢啲位啊？左整部波嘢嘅腰，腰嚟大波嘢，经验唔够。
腰係咪啊？啲力度就 OK 啦嚇。温射波再奮力翻，啊，奮力翻試試係咪？我唔舒服嘅，有啲痛。有啲痛係咪？佢都冇解釋過部機嘅功能嘅，咁佢最主要佢就話係通經脈啦咁樣啦，咁就開始我就治療啦所謂嘅，咁佢個吸力咧其實好強嘅，一開始其實係雜亂無章嘅，就有時候掃下背脊，跟住就突然之間又上下條頸咁樣，跟住又落翻去條腰咁樣，做完嘅感覺就。膊头位啦，有啲刺痛啦，同埋条颈个位都有啲唔舒服咯。我哋亦都将有关片段交俾资深中医师评鉴，佢有咩见解呢？咁就片段所讲啦，你嗰个女士做嘅手法正唔正确啊？有少少乱嚟嘅，咁啊就其实咧，沿住个经脉嗰个位置去推咧，就比较好啲嘅。通常咧就会喺啲直线啦，但系慢慢推会好啲吓，速度太快就其实都唔系太好嘅。咁啊要適中嘅，咁啊沿住中間啦，或者側邊膀胱經嘅地方啦，咁去上下去推嘅。咁呢一個儀器會唔會導致腰部唔舒服咧？或者一種手法？嗱，要睇個時間性啦，就係話如果佢個腰嘅地方吸得太耐咧，咁原則上咧係會令到嗰個部分嘅氣係會弱咗嘅。因為呢啲咧係唔需要破損皮膚啦，又唔需要一啲藥物去進入身體度啦，亦都唔需要一啲醫療嘅器具去進入身體裏邊。咁所以原則上係民用都得嘅。Amy 歸咎佢脊椎嘅痛楚嚟自兩部通經脈嘅儀器，奇就奇在治療後一個多月先出現，照 X 光又唔見異常。究竟呢兩部儀器殺傷力係咪咁大？如果佢係有問題嘅話，其實嗰一兩日已經見嘅啦，就唔會話隔咗成個幾月之後先見。呢啲麻痹咧，我哋講緊咧可以係有一定時間嘅潛伏，係啦，但係多數都係一至兩日。就住 Amy 嘅申诉，我哋直闯医馆，直接向负责人查询。即系十八月十四号，你个女士咧帮我通经脉啦，我同你讲咗好多次。唔好意思，麻烦你哋咧冇正式回应俾我，你知唔知？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等到我睇咗好多咗医生，你跟进极都唔好，我就睇咗好多医生啊，到而家都治疗唔好啊，我使咗好多钱都治疗唔好，钱唔紧要，使完之后可以再揾，但系你搞坏我身体，我一定要正视。因为同事通经脉用中间脊椎都要追，你明唔明啊？我知。究竟系咪通经脉搞到 Amy 踏进人生末日？当中嘅通经脉仪器又有冇问题？听晚解答通经脉背后嘅种种疑问。